方呢，就是我们传统门店的一个上菜房，我们家呢把它叫做一个智能菜品仓库。它最重要的就是它提升了一个食品安全，同时它也能够提升我们食材的一个标准化。所有菜品除了冰沙类还有我们的肉类菜品是我们门店自己做的以外，剩下所有的菜品全都是由中央厨房统一进行配送过来的。配送过来就是龙车，龙车里面已经装好了所有的菜品，就制作好的一个成品菜。然后我们这一台机械手臂它开始工作，它工作呢，它通过里面把我们龙车里面菜品进行一个抓取。能让你们看，这有个绿色小灯，看到了吗？那个地方是一个扫描区，它会夹这边菜在那地儿进行一个扫描，扫描完以后把菜品转送到我们这中间这排菜架上面。所有菜品中央的底部菜盘底部中间都有一个 RFID 芯片，这个芯片上面记录了这个菜品的名称、菜品制作人、菜品制作时间。当我们那边 iPad 下单点餐以后，第一排机械手臂开始工作，然后呢它会根据我们这个芯片进行精准的一个抓取，然后经过传送带传送到外面的一个出菜口啊。出菜口那边呢，我们会经过一个人工的刷一次盘，然后把这托盘放到机器人上，机器人就在旁边，然后输入上相应桌号，菜品就传送到咱们的桌子上了。零食品 APP 等你下载。